哟，是嘿哟，大家好，然后我是娜娜，对，然后我们今天、我是武秋风，对，大家好，武秋风，对啊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《兽人必须十二》，对，然后我们今天要玩的模式是血兽，我们在那儿吗？那个很好笑的是，人我说我在玩《兽人必须十二》，然后人家就问我说，那一在哪里？啊，我们玩的就是二啊，这是第二代，不是第二集，这是第二代。我们玩的就是兽人必须十二，好不好？对，兽人必须十二，这就是他的名字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我们走吧，我们要玩这一关啊！血怪的家，血怪的家，血怪旺。看起来，血怪我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血怪家里。哎呦，我先观察一下地形好不好？这是什么鬼地形啊？不知道哎，没玩过。观察地形先。我们今天没有变大叔了啊，好开心哦。这个又不是州官，当然不会变大叔啊。这里会跑出来，跑出怪啊，跑到下面。哎，我发现一件事情啊，你看我后面好像有吃东西。你为什么黑黑的？我不知道。怎么了？你刚才在放屁是不是？没有，黑黑的你两次跳就有了，它可以飞着。哎，我不行哦。为什么不行？我就没有啊，我只刚才看到你后面有怪怪的东西，你太肥了啦！你看看你。你看看你，你刚刚好像在放屁，放出黑色的屁。没有啊，你看我可以这样，你看我可以这样。等一下，我这你要我看你放屁哦。你看，你后面啦。你不要乱跑，你看，你就放黑色的屁啊。我可以飞耶，我可以飞耶，拜托我可以飞耶。你为什么要放黑色的屁啊？哦。没有啊，可以飞啊。你看可以飞。那你又在放屁哦，不要再放了，不要再放了。好难过，你都伤我心。那只会放屁。都说不是放屁了。不要再放屁了啦，放下来了。好啦，我地形看得差不多啦，我要拿东西出来了。拿这个。哦，这个。我带我的弓箭手。叫我带我的技能包。这样吗？带那个，带草。带。天上的。带什么？天上的。带火炉。挂在上面的。放在上面的是不是？对。放在上面的有，放在上面的，哎，雕妈卡，再带一个雕妈卡，这样差不多了吧？嗯哼，然后我要往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哎，我现在还在看它会从哪里出哎，我一直找不到第二个出怪点，第二个出怪点到底在哪里？第二个出怪点这边吧。那这里都要上上下下，我搞得有点迷糊哎，都在上上下下，所以我们要守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守在出怪点是不是？你要守在出怪点吗？那你觉得守哪里好？我现在看不出来那个怪是从哪里来的。怪从哪里来？从这里来啦。哦。从这里下来，看从这里，这两个点，这里也有。我迷路了，哈哈！哪里呀、啊？我好乱。这里很恐怖，总之就是守在这里啊，这里要守在这里，守在这一块。守在那一块，这一块他们会必经之路，守这一块，守在这一个门，这个门口要放东西。我观察结果是这样，观察结果是这一个门和这一个门要守这两个门。哦，有两个门哦。对，要守这两个门，其他可以不用守，就守住这两个门，我们就可以了。要撑十二坡，守这两个门。好，叫我守这边，你守那边。好，一人守一边。就守住这两个门，哎，放不上去，没有钱了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了，我没有钱了啦，按两下就没钱了。嗯，狗了我。一开始先出哪一边？我不知道、欸。我也不晓得哎、欸。先出我这边。没有来。先出你那边。我这边。哦，我来了，我来帮你哦。好多，有两个人，不要怕。哎、欸，他们是走过去耶。可以。哦，有看到雪人了。有咯，雪怪的家，你看他们在那边有没有？我就说要守住那里嘛。等下他打我会减速啊。哦，我有，我在帮助你啊。看来那边要封起来啊，有没有？有挡下来了，挡下来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。
冰冰冰冰冰。好，解决了，剩最后一只哦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所以这次应该会来我这里哦。嗯，这一边，这一边。这边。这里，挡好挡好。哦，要防守防守，严密防守。我应该要放弓手在中间的。但是他们会走在中间不是吗？他们会啊，他们会。他们不会更好，好不好？不会更好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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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军人马来了，大军压境了。他们有谁会走去旁边呢？对啊，这样不好吗？我们就守这四个路口啊，在这里要冲之地，要冲，就守这里就对了。我观察的结果是这样。观察结果，我看了这么久，娜，你有没有在看呐、啊？哦，我在看，你根本就是路痴。你现在知道，你都是我提醒我大哥。你都路痴都要我来看？对啊，是靠你啊。我看得很辛苦呢，我在这边放多放一点那个弓箭手在这。辛苦，现在要不要失去挖哈？又放两只啊，又没钱了。啊，又放两只又没钱，我想放这个哎。你想放什么？你随便你啊，赶快放好不好？现在没时间了。可是你挡了那边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屁用哎。挡不挡住也好啊。我觉得没什么屁用哎，我觉得应该用那个，还真的没什么屁用啊。把一个门挡起来，让他们过来另外一个门，这样比较有屁用哎。好啊，人家在挡。放那个不晓得在干什么的，还不如把我们的门挡起来。呀，我卡住了。你在干什么？太多人了啦！哦，一人守一边哦。守着了。所以要我把这个门挡起来吗？我可以把这个门挡起来。什么？有人跑过去了。谁打过去了？无耻！你怎么了？哦，有人跑过去了。不要走！不要走！哎、欸哦，好了，结束了。好，这样我把这边挡起来了。可是我怕他挡起来还是会走、欸。你要把你的弓手拿掉啊！为什么要把我弓手拿掉？要不然你要给他们死吗？还要走过去？哦，好吧。他真的会走吗？会吧。搞不好你这个拿掉。搞不好他硬是突破。没有，把你这个拿掉，把你这个拿掉。怎么把我哪个拿掉？你这两个东西啊，收钱啊。收起来。他们真的会绕道吗？会啊。搞不好他硬是就要走怎么办？不可能吧！硬是要走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应该不会那么倔强吧？倔强，什么东西？倔强是要挖墙的意思吗？我在倔强，你听得懂就好，乖。试看看，我好了。下去了。他应该，你有挡吗？真的有吗？有啊，挡两次，两个哎、欸，拜托。那这样子会不会就一样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一样这样冲过来，反正我们在这边守嘛。走啦，看到还可以多少补一下。哎，我把魔都打完了，你就对我按开始了。我哪知你把魔给打完了？你真是太好了，人太好了。我把魔都打完了。哎、欸，他们还是哦，没有，他们没有硬找，没有硬找，他们过来了，我成功了。他们有过来吗？有过来了，过来了，他们真的有过来嘞、欸，我成功了。哦，好像有用哦，没有过去嘞、欸，看我超强，有用。那就可以专心的打了嘛，两、啊、个人的火力集中火力，快，那快，很快了啦。我不打了，你快点打。你什么东西、啊？我要休息了，这么辛苦。休什么息啊？娜，兽人必须死，娜必须打，我必须休息。你说你必须休息啊你？我必须休息，我在休息了啊！赶快打啊！打完了啦！打完了，你有没有认真啊？我认真啊，没像你在那边休息什么的。兽人必须死啊！娜必须打。一开始他都有这个，我宁愿用我身体。哦，炸到我快死了！我没有带那个皇冠来，可恶！你
看看你。你有戴皇冠吗？没有啊，你也没有啊。因为我不会死啊。你为什么可以补血？因为刚好看到有一个血罐，然后我就这样子吃了下去。哎，偷吃！偷吃罐罐。那等一下看到，等我吃。光明正大的吃啊！好啊，人家给你吃啊。骨头，我看到骨头，你们走开！我还现在还不敢过去嘞。等一下，我死了。血太低了。里面好多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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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鼠哎！小老鼠，我现在血太低了，不敢走过去。我敢走啊！看我的。你当然敢走啊！你的血这么多，你吃了一罐，偷喝一罐水，还死了一次。你还死了一次哦？对啊，才被炸死。这么无耻！我被炸死吗？啾啾！实在太好笑了，你为什么会死？被炸死。哎。你浪费我们的那个，我浪费两个而已，不是两个而已吗？为什么会三个？浪费我们的守城值。啊，对不起，我飞。又在放屁？我哪有放屁啊？真是的。都说在飞了。都说在放屁。都说在飞了。那啊，除了放屁还会做什么？我还会打，没像你躲在后面啊，有那个血罐哦，血罐哦，血罐哦。水罐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要去吃水罐。哦吼，吃到补满了。哦耶！早早就吃掉了。好啦，成功了。我的背后有强大的武装分子在打，我干嘛那么努力？这么强大的武装，我根本就不用自己打啊。我是来休息的。休息什么啦？打啦！打了再打啦！那你不要死了啦！我不会死了啦！这样偷偷死了，我哪有偷偷死？让我光明正大死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啊哈哈！好啦，哥，娜，你这个小狒狒，好难过，就这么死了。但是为什么可以飞啊？我记得不能飞啊。我来在这边放。为什么你不能飞啊？你好烂哦！烤炉，喂，因为我不放屁啊，放屁才能飞，好不好？这我烂了，你竟然不能飞！你放屁了吗？所以你会飞，你飞得很快，放了很多屁，又在放了，有没有？什么东西啊？好了，开始了啦。娜很会放很多。我又不是你。他们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有爆炸的怪吗？没有爆炸的怪，其实可以。我听到有啊 ，Shuffle 来了。有爆炸的就不用太在意，我在那边放了两个烤炉，所以那个爆炸的怪有可能会被烤死。那就希望他们被烤死吧。对啊，不然的话那个枪被他们打掉的话，我们就继续打了。喂，这边怎么忽然冒出钱来？忽然在我身边有出现钱，让我受宠若惊。受宠若惊是这样。对啊，有钱耶，这就叫受宠若惊。还要再演吗？不需要，再演了一次，谢谢。再演了一次，谢谢。演一次已经够了。再演了一次啊！要耗费诸多体力，你给我。你再演了一次啊！救命！我要每天扣打有限，你知不知道？加明天再演了一次嘛，好不好？哦吼，赢了！我在这边再帮你增加一点那个啦，防御力啦。喂。哦吼。走人哦！炸弹的！炸弹的！哦！炸弹都被烤死了！又有来了！好了，没有了！我第一波就把它炸到了！啊，那还会被炸死，真是笑死我！什么东西啊！笑死我，真的是哈！笑死我了！死了吗？来了！等一下我死了，一定是笑死的，有没有？趁机为自己找理由这样吗？哦，不是，因为不会死啊，一定是娜让我笑死，有没有？打！你在后面那边，你那一次死还是被炸死的欸，其实打怪比较不会死，好不好？而且我跟你讲哦，这个血怪好像会狂暴哦，他的眼睛会发出那个红色的光芒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不是，我现在不是跟你讲吗？表示我知道啊。
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在第几了？第八轮了，你才发现到，你还真的是哦。不是，我是第八轮，我才想到要跟你讲。你这样。第八轮才发现到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是第八轮才发现到，好不好？啊，凊彩你讲啦，你讲的拢对啦，哎呀哦、我讲的拢记载啦，哦，好不好？你讲的拢对啦，哦、啊！打死你们呐！必须死啊！去死去死啊！哎、欸，有炸弹呢，从哪里来啊？炸弹从哪里来？有炸掉了？没有啊，这批没炸弹啊！最好没炸弹啊！不要乱骗好不好？我没有骗啊，去看回那个什么记录好不好？去看记录是不是？对啊，跟你说被人家冻结了。拜拜。哦，我跳啊，跳回来了。这个雪怪怎么走这么快啊？要狂暴了！哎，狂暴了，所以走特别快。不要再狂暴了。冻结你们！哎、欸，打死两只哦！有一只还在，球都丢到哪里去了？不知道。偷喝水。哦，他刚才在跳舞哎。好的。耶、yeah, 嘿 ，yes。呀，把这个收起来，放其他地方，放在这里。I like this way。我喜欢这个鬼东西。把这收起来，不是放这样，放这里。哦哦，这样才对。我、哦、地上一大堆火火，伤害不一定烧死啊，被烧死了。哎哎哎，没有钱了，我也没钱。差一个，怎么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开始了。走吧。没有钱了 ，Sweet time 了。来啦，我也来跟在你后面打啦。没有啊，没有炸弹的啊。没有啊，我没有说有炸弹啊，我什么都没说啊。那你刚刚在抱怨什么啦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过来看现在有没有啊。嗯，那你刚刚在抱怨什么？我没有抱怨什么啊，救咪。救咪。救咪咪。他们在这边被打了哦，我的武装有起了作用了。我再去放一个。Go，抢放一个。哦，这里有人在打了。放心啊，那边有我的那个谁。你的谁？我的战士啊，他们绝对过不去的。不是，其实都是我的攻手在帮忙射，你的战士只不过挡着而已。没有我战士挡着，你那射手还能射吗？哦，好啦，很强好不好？ Yeah. 很强啦，加搞啊！哎呀，我不要为了吃金币，然后掉到无底的深渊，这实在太蠢了。掉下去吧，乖。好啦，我把金币都吃完了，继续盖。哦，所以我要把，哎、欸，你盖满了，我都放不下了。你就放墙壁呗。那么可怜呐、啊，那么委屈。放墙壁才放屋顶啊，屋顶也能放啊。你放两边，我放一边而已啊。哦，我好可怜，好委屈哦。我放一个就放不下了。老实讲，我也放不了这么多东西。有那个、哦、有炸弹的哦，你小心一点。没有，这边没有。搞不好等一下就有了，要注意一下。没有，没出声音就代表什么都没有。刚刚我有看到了，在这里，搞不好第一波就被炸掉了。哎呦！雪球！哎，我被中了，我被中晕极了。拜！太可恶了，不要再晕我！有炸弹！要我过去看一下。有炸弹，我一直都说有啊，你为什么刚刚都没有听我的？没有啊，就是还有那个声音啊，有声音的话就等于说是有一波来啦、啊。哦，去学英文啊，大大！什么东西？去学什么英文？他叫这么多声，我哪听得到这么多啦？我听你叫都来不及了。阿姑，好了，我可以放了，放东西啊！放好了，再放在这里放。你就放墙壁没？那都把东西放满了，我都没地方放了。放墙壁啊！我都说了。
我就没有带放墙壁的东西来呢。你看看你，你看看你，你都叫我带天花板的，我叫你带天花板的，没有叫你不带墙壁的。我就已经，你就看我的位置，哪有带墙壁的？哎呦，那你都不会看旁边的，都不会看我在做什么，是不是？不会啊。旁边的要等你放的好不好？是这样吗？地板要改成放我的雕妈咖，好不好？真是的。但我觉得你有没有？但我觉得我稍微比较好。你有没有团队合作的精神、啊？没有哎、欸，知道是什么能吃吗？呵呵。不得不说，你知道合作两个字怎么写吗？不会、欸，怎么办？教我好不好？救命！当然可以啊，教你有什么问题？好啊，你现在把这个全部都拿掉，然后换成那个，换成我的雕妈咖就对了。为什么？好难过、哦。这就是团队合作，有没有？是这样吗？叫我，我要放什么啊？明明是你叫我带天花板，然后你有没有叫我带墙壁？还说这么多？我哪知你没带墙壁啊？啊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我就才六格而已没，不然要带什么？我就只有六格，不然我不带武器好不好？下一场我不带武器，可以吗？不带武器你要怎样打、啊，大哥？我就不打了，等你打。要过分。专门等你打哦，他对我丢雪球，我快要死了。干啥都不爽你了。我一定是太冲了，我不要这么冲，我躲在人家后面就好了，我干嘛那么冲？这么冲没意义啊。徒增伤悲，徒增伤悲，明白。好了，最后一关都过关了啦，好快啊、哦！你看，就三个，就是因为你死了，又是我，不然我们就满分过关啊，都是这样吗？所以我们这次三颗星，对，那娜娜死掉，本来应该要四颗的啦，因为娜娜一死，所以就三颗。啊，自己都重新来过没？没有了，以后没有了，那有了要去念就去念娜娜，我们有19万分。19万8，哎、欸，不是、啊，100。你到底会不会的啦？98453分。好啦好啦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。这一句话应该得娜娜讲。那我们今天实况就到此结束。然后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继续我再我更新影片。耶、yeah、耶、yeah， 想骂骂娜娜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你不行，娜娜会把你变掉。好啦，拜拜。不会啦，我没有那么坏，我又不是小青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，说的我好像会崩，我也不会啊。你会啊。